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场内的选手啊，这个只剩两个选手了。那我怎么总觉得这个有点淡淡的忧伤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最看好的队伍和我的老乡火拼，这个谁赢了，我心里都不好受啊。那但不管怎么说，我最不看好的队伍算是应验了，对吧？我最不看好的队伍这个一开战直接掉线了。那么这个我刚才问了一下 GM 嘛，那 GM 说的话，选手好像是掉线了，那而且没有办法，这个比赛这个掉线只能算是作废啊。如果是在这个比赛中场休息的时间有选手掉线啊，在开下一轮开始之前，其实我们会帮忙传送啊，就是你比如掉了一个号的啊，可以帮忙传送。那么这个已经开打了，已经匹配开打了，那么掉线的话就直接被淘汰了。那么现在我们等这个三分钟以后的话直接开打。好，比赛开始了，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战。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它不但是要考验这个一个人的实力，同时更要考验一个人的运气啊，同时更要考验你的这个网络好不好，是吧？你看我开了那么多号，至少两个吧，也没掉线，那为啥你偏偏掉线呢？世界上有人这个买了，那有人开始玩竞猜了，那你买女优输，我买女优赢啊！等会儿我想想，这个对手是这个我的这个老乡啊。我还是买女优赢，不管哪边赢啊，如果老乡这边赢了，说明什么？说明我对老乡的和主播是老乡啊，这个条件啊，他的这个幸运值大于这个主播看好啊这个幸运值。如果下方啊这个我爱女优战队是赢，那就说明什么？我看好的这个祝福 buff 啊，远大于这个我和我是老乡的这个祝福 buff 啊。谁跟我是老乡啊？上面这个谁都不知道谁是谁啊？为啥是老乡啊？你咋知道的？我咋知道的？这怎么说呢？我的造型，那熊皮男，他也是，那四个熊皮男，所以说老乡，这个肯定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长得差不多的，那就像咱们这个，你看咱们亚洲人都是黑头发，这个黑头发黑眼睛啊，妥妥的。那你看这个欧美人啊，那都是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那欧洲的不都是老乡吗？咱们这个亚洲的不都是老乡吗？对吧？妥妥的。那好了，开打了啊！小上古这边的话，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虎王副本啊，单人副本。第一波打完之后，还没打完啊。我感觉下方的话是用了一个诅咒啊。先这个尝试的诅咒和这个单控，那么功能这一波的话，下方功能出头，从这个掉血量看，好像上方稍微占点优，稍微占点优啊。总体上来说的话，半斤八两啊，都有一只残血，然后的话，这个下方的话人物稍微这个损失了一点。那么刚才的话上手的这个诅咒好像有没有命中啊？我没看到提示，好像是没有命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下方稍微小亏一点，如果命中了那么就不亏。
服装优点很大程度上可以让你这个下一轮的时候这个精灵的这个命中率啊极大程度的提高。上方的工人的话2800-1700，这波伤害还不错。由于毕竟是这个决赛啊，所以呢这个双方啊也都是这个打的这个比较谨慎啊。那么这个小伤口这边呢是一个魔王挑战啊，魔王挑战的话这个人虽然取名叫做机器人，但其实他不是机器人啊，他其实实际上也是玩家。这个是集火。